您欣赏相声《接巴论》，表演者靳鹤兰、祝贺增。谢谢您各位啊，谢谢啊，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啊，谢谢您，谢谢您这么热情。来半天好，我们哥俩一上来有一种停电的感觉啊！谢谢您各位吧。前面这一场是刘春山啊，好，配的这个侯一凯啊。节目单上是刘春山，刘春山老师啊，在特殊情况做了个核酸，结果没出来。我们这剧场其实有一定要求的。要求演员们都得48小时核酸啊，所以呢，他都到了门口了，又回家了，真是让人董小员顶了一个。哦，哎，但是人董小员说的也相当优秀，比刘春山可乐，那个老家伙在台上哪有那个年轻人厉害呀？你是这么认为？对不对？确实，董小员人家演了2场。都很优秀，相声多好玩啊！跟没有几个人，冯一凯老师，哎，这临时合作，但是天衣无缝啊！哎，有比那个刘春山跟他合作还合适，是不是？要不您骂我，今儿你这么恨他呢？那不能的啊！这是后台的老先生，哎，前辈啊！对了，让人家哥俩后台休息休息，歇会儿，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给您说一遍，继续说相声。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啊。这是我的搭档，其实说实在话，跟您平心而论，您可以说不喜欢靳鹤兰，但是您一定得喜欢我这搭档，因为很优秀。是夸我呀？你是可以不关注靳鹤兰，但是您一定得关注我这搭档，独立，很幽默。你可以不在乎靳鹤兰，一定得在乎我这搭档。那你说我名字呀？我姓搭呀，我。今天跟大老师在一块儿合作的，对于我来说也特别的开心。朱，姓朱，不就姓朱吧？啊，跟朱大大老师在一块儿合作有些许年了。贺松，朱贺松，10年了还不认识我吗？兔兔，你怎么了？10年，我10年还想怎么认识你？对呀，你失忆了吗？你老年痴呆呢？所以给您起个小名嘛。谢谢，我有什么小名了？我这对对，朱老师，您老师跟朱老师合作特别开心，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哎，这是跟他合作了来说吧，除了我以外好多人都特别的开心啊。对对，人家好多的别的演员就都跟我说了，一定作死啊，一定要跟他合作，不要再给他放出来啊，被活人见。朱老师有自己的风格，好多朋友来到我们剧场也是因为喜欢他这种风格。哎，就是认真说相声的一个小演员而已。这话说的，后台这么多演员了，怎么着我们不认真呢？你们都是大演员呢，我们大演员我们压不住你啊！你这这么多人了，在舞台上，谁有您的艺术高超？谈不到，咱有什么艺术？就是尽心尽力说好相声，以观众为本，以相声为己任。真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谁不是这么想的？我哪个自己管好自己，人人都是小班长。两句话，自己小红领巾都系好了。必须的，对，每个演员都是这么琢磨的啊，都有这种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跟人家不一样，嗯，你看别的捧哏演员，对吧？人家全心全意为逗哏的去服务，人家都是有一定的文本，按照文本去表演，哦，对吧？但是你不一样啊，我呢，天马行空，哦，在台上搞创作这一方面，其实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不是谁想来都能来，这是您的优点。谢谢，这是您的优点。夸我了，当然还得继续努力，必须得努力。对，你有的别的演员一上台，看见那个常来的观众，他心里会胆怯。为什么呀？他害怕呀，因为好多那些职业观众，就每周他听的次数比演员演的都多。听相声为己任，对吧？您真的这样，刘春山都请假了，他们还得来。证明不是刘春山的观众。
对不对？就是这些观众啊，他对于相声他太了解太熟悉了，太相声了，好多节目啊，好多段子呀、啊，那观众都烂熟于心了。哎，真是相声的知识者，好多演员上来就害怕这个，他太熟了。对呀、啊，我说的内容他太了解了，我逗不乐他们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办法。就人家担心的是这方面，不想乐，对不对？害怕。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我们从来不担心。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哎，因为每天跟朱老师合作，我都有新鲜感。对，我往左边一站，你们还乐不乐？对，对，每天跟他合作就是5年，我们哥俩合作10年了，一直合作到今天，我们还有一种初恋的感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昨天已经成为历史，咱们迎接的需要是明天。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你要听懂了就聊两句，没听懂那你就选一个笑话从头讲。那你就是这跟马行空，那想一出是一出。哎，好多朋友问，哎，他倒喜欢这种状态，但是。那多新鲜的肯定不够啊，对不对？你这样会给观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啊，他们就会认为呢，只要在舞台上我能胡说八道啊，我比人家聪明一点，脑子反应快点，我就能成为一个相声演员。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呀、多新鲜呢！你不做大褂能请吗？能让你现在
进我们相声演员的队伍。对你大小没有要求，哦，大你就大点呗，是吧？嘴大还吃八方呢，你能给你吃自己拳头吗？我可是闲的没事，我吃什么玩意儿干嘛呀？我觉得你要能把拳头放在嘴里边，你听那个掌声绝对娃娃。来不了这个，我们哪回吃灯泡就了不得了。要我闭嘴！你现在四根手指都往里伸，行不行？别拿出来！眼还是大的，你说是？我所谓的嘴里有要求是什么呀？啊！舞台上表演，首先嘴里不能有问题。哦。方言土语，这不行，绝对不可以说出来。对，你可能有好多演员呢，比如说点家乡话呀，哎，舞台需要可以。这是一个画龙点睛的用法。哎，大部分的时间舞台上表演得说普通话。普通话。这是最基本的。对呀，这是要求吧？这是要求。当然你说需要考级，有那个普通话考级呀，哎，那个倒不需要。哎，也不需要那么专业。对了，那也太专业了。差不多，哎，让那个全国人民呢，乃至于全世界人民能听得懂，哎，都能明白，那就行了，对吧？你还有别的要求？什么呀？嘴里边，你比如说有障碍，我嘴里边有障碍，不是嘴里有障碍物啊，有个话痨，那不行。什么障碍？你说呀！你不是哑巴？有这个障碍，说不了话，他从事不了相声这个行业。说太明白，你没有脑袋也不行吧？这不就是抬杠吗？这不就是哑巴？这话都不能光着能说相声？对呀，啊，我这是陈述句呀。我也这是事实啊，没有脑袋不行啊。问题这哑巴的人都活，你没脑袋活得了吗？不投人呀，啊。天啊，不偷人，不到你这有什么都有呢？对你哑巴他从事不了，这没有讽刺的意思。对对对，对吧？你特殊的工种就得有特殊的人群。对，你包括能说话，嘴里有别的障碍，结巴、结语也不成，这也说不了相声。对，你甭说说相声了啊。但凡跟语言沾边的行业，他都干不了，也不可以吗？都从事不了。什么行业呀？你比方说吧，啊，你比方说这个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嗯，这都不行，这不可以。你见过哪个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是个结巴？啊，那是台长疯了，太滑稽了。对，你包括在座这么多好朋友，今儿就说到这儿了，话点到这儿了。我不知道哪一位，因为咱没有办法一对一咱去聊天儿。哪一位朋友真说嘴里有这方面的障碍，咱别往心里去。嗯，我们只是舞台上去表演，呈现一些东西，没有任何讽刺的意义，对吧？你如果说你心里不高兴了，没关系，台下今天有一个结巴，算我一个二大，好吧？有一个结巴算一二大呀？您别往心里去啊。有俩呢，俩二大，那就俩二大爷，四个二大爷，八个，给你四个二大爷。哎呀，我也用不着二大爷了。废话，你说那我这么大，我受得了吗？哎呀，咱俩一人四个，我是结巴。结巴开会来了吗？这二大爷开会。对呀，啊，对，咱就说有这方面的障碍，不要心里去，不要心里去。包括你说老师这行业都不能有结巴，老师也不行，老师也不成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从事教师这个行业的？有。有啊，你们出去啊。你站起来，看底下站起来六个，
要那么多。对对对，董尚安从事不了这些，哎，工作，对，特殊情况、特殊工种嘛。而且，朋友们，我跟您说一点，如果说生活当中您碰见了嘴里有这方面障碍的朋友，嗯，别跟他着急。如果说他跟您说话了，您别着急，嗯，因为他还特别的轴。是吗？对，特别轴，他想说的话要不说完，你走不了。哇！你越打断他，他越说不上来，越说不上来，你越不让你走，越不让你走，你越着急，你还跟他狡辩，你跟他争论，你们俩就在这死循环，对峙上了。因为我生活当中我碰见过，我是天津人，我是天津人，我有一年在这个在天津等公交车，我就碰见这么一回，我在这等车呢，跟前好多人呢，都等公交呢。打远处跑来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张就还嘴里有这方面障碍，外地的朋友，他是打听道，你说这么多人了，他倒是没问我，问了我旁边一大哥，走过去，他们大哥倒挺热情的，看着那大哥，哎，万万没想到是吧？哎，那你。他准说
学他。我气话，你这就是赶巧了。我说得了，一看那么咱也别说话了。确实这个情况也少见。得了，我说大哥就别赖我了，咱不知道情况，等车吧。等车，没一会儿公交车来了，上车。我人先坐最后一排，就是最后一排清静，对吧？你这个坐后边啊，我就坐那儿。刚坐那儿呢，那接大哥你上车了，刷了卡，全车座位倒是挺多的，坐我旁边的。往我旁边这么一坐，跟我可就说了话了。哎，我认识你，你是那德云社的，对吧？对，您好，咱还常来听相声啊！您好。哎，咱俩不是外人，不是外人呀、啊！咱是亲戚。什么亲戚？我你都不认识啊？我是你二大爷呀！我是你四爷爷。哎，怎么跟二大爷讲话呢？你怎么跟四爷爷讲话呢？怎么你二大爷来了吗？我爸就不是一个啊，我哪有大爷？哦，对，你说听相声听点好，超便宜，学这干嘛呀？不是啊，是那回你台上说的。台下只要有一个机会，就算你二大爷。哎，我在呢。太巧了，你好二大爷，幸会啊！看意思您常听相声。哎，我爱听相声，我平时就俩爱好。什么爱好？一个就是 K 歌，就是唱卡拉 OK。 第二就是你们这像啊，乐观的大哥啊，这是不是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呀？我喜欢这两个行业，这个真行吧，人都有爱好，正常。不光喜欢，我还能来呢。你别不信，我给你唱个歌。不行啊，时间不允许你唱歌了啊，没几站的事儿，好今天唱个歌的，唱到什么时候去？不耽误，听好了，听好了。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声声的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哎，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哎，嘴里的毛病一点没听出来啊，就这歌为你量身打造一般呢。好家伙，您真了不起，扬长避短的这算啊。还有你们相声，就绕口令，爱听绕口令，我能来。我说你别瞧这叫绕口令，这绕口令确实挺难的，好多的专业演员呢都不一定说得对啊，何况呢您这可能还是观众这种心态。不，不难。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是葡萄，不葡萄皮儿，不是葡萄，还能。
我说您确实谦虚了啊，我媳妇这个吃葡萄皮的，让我搭档给你来一个，他就说这说的好啊，就闲聊天嘛，大哥也挺热情，说着话聊着天，车上过了一站又一站，正巧到了这么一站，从车外上来一个年轻小姑娘，看着岁数不大，大概呀20出点头，哎，很年轻，穿着打扮也特别的时髦，什么低胸装啊、超短裙啊，也配上个黑丝袜啊，反正很时髦嘛，年轻女孩子打扮的洋气。上了车以后啊，走到我那个公交车的中间位置，天津公交中间位置是那个独座，单座的，有那个女孩子爱干净，也不乐意和别人挨着。走到那个座位跟前儿，看出这个姑娘爱干净来了，没坐下，从包里拿出那么一张纸巾，就擦了擦那一个面孔。擦完你坐下不得了吗，伙计？又拿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椅子，太爱干净。这坐下行了吧？不成，又拿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椅子腿儿。这都没想到，就是保洁都没想到，都擦干净了。自过没坐下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个虚功。什么叫虚功啊？就是放了一个屁，非常不雅。怎么就这么巧？这屁让街坊大哥听见了。他说了一句话，把全车人都给逗乐了。说什么？哎哎，看这小姑娘，多爱干净啊！擦三遍不行，还吹一吹。接班论，这个确实是可能舞台上去呈现一些东西，真怕好多朋友吧，他有那跟我们演员较真的。哎，你说讽刺这个这方面的人群，你说演员我们哪有这么多脑子，你真说讽刺某一类人没有那个能力。老年间流传下来的好多传统节目，只是说演员呢给他在舞台上跟大家伙儿呈现一下现实当中呢可能一些现象，对，就为了博得大伙儿一笑，开心就是首要的目的。因为每对演员都是这样，就希望您这个票钱花得越值越好，能够真说满意而来满意而归。演员呢也没有说犀利的，都得卖力气表演，磕业业的您去演出，这就是我们演员职责所在，对吧？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你真说有那个演员舞台上表演可能有那个哎犀利的不卖力气，今天有那个嫌弃观众不好演了，他在台上哎呀简单说两句下班了，那种方式不可取，对吧？你就得甭管什么场合，人多人少都得卖力气，人多人少你得耗到四点，对吧？你现在是耗到了四点，那后半程光看我了，对你可能就是时间呢，这不代表什么。别人可能剧场有规定，表演你可能4点也好啊，4点一过也好啊，但你演员说吧，尤其像我们哥俩，我们恨不得多说呀，我们想说呀，可不嘛，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它不一样。那可不嘛，你比如头场的演员，开场的演员一般来说呢，学员啊，或者是刚进队呀，哎，从业年头不多呀，这些演员呢去表演，你让他在舞台上演40多分钟，对于他来说这也是顶着很大压力，对吧？你比如说你，但是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最后一场演出，你说咱要说多大一点的话，那观众朋友们都是看咱们来的，对吧？对，你去哪儿看演出？您看的都是最后一场。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兵搓搓一个，将搓搓一窝，对吗？我哪知道？我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嘛，啊，这是一个笑料。大哥些许的尴尬啊，赤裸裸的嘲笑。为什么？你比如说，整场演员可能啊一般。但是最后一场演员很优秀，
哎，大伙儿觉得整场的水平都提高了，前面都忘了。对了，你怎么忘的呢？不一般吗？啊，就是因为太一般了。但是你比方说吧，前面的演员都很优秀，最后一场演员您觉得没意思，您就会觉得整场的水平都不怎么样。你想，你最后一个演员上来他都这样的，那前面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咱们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在这儿表演，我们压力太大了。那个你，而且来说了，现在你往里一看，可以说期满坐满，这也不容易着呢。好多人吧，这么多人啊，对吧？你一看，这来了不算啊，二百来位好朋友。哇，好多人！今天周三，下午啊，下午正常是工作日。对。那正常朋友们都上班去了，对，你们都来听相声了。你想想，你得多没正事儿啊！对吧？多喜欢相声。哎，现在这个赶上相声的好时代。你要过去不行，我刚从事相声这行业那阵儿也不成。那阵咱也在前边，待在前场，那阵后台也没有角儿，别说角儿了，但凡有点能叫上名字的演员都没有。就是一帮孩子们，一帮小孩们组织了一个相声团体，天天还卖票演出，弄了一个老板，来了都来我这演出吧，我这一个剧场，你们演吧。那阵你看，在那阵我2007年左右，我那阵上台演出，底下你真说今天要封箱演出那种状态，来30来人，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盛宴了，上台就开始哆嗦了，这已经感觉到好有害怕了。平时演出3-5个人，这就是正常常态。最惨的时候，真演过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一个人确实不好演，那肯定。咱不像人多，底下坐100多人、200多人，但凡剧场有50多个人乐，你不显得尴尬？你琢磨去吧。还有那个观众属于那个气氛组的，他一个人笑声顶10个人。你会感觉哎，剧场效果特别完美，但是一个人就不一样，你很直观，你感觉领导训话的感觉，你知道吗？老师请家长，对于那种状态就坐你跟前儿他来说呢，你说一个人听相声，他也没有氛围感，他也觉得很尴尬。真的，你那回有一大哥，就是我那年，我记得最印象特别，就一个大哥。来了以后，请人大哥买的后排票，要坐后边，眼睛看不见，可能以为进场录音呢。给这大哥调到前面来了，哎，就正座，头一排这个位置，演吧。演员上来也没有激情，因为演员跟观众来说呢是相通的，观众越热情，演员呢也越兴奋。这个大哥一个人往底下坐，抱着个膀子就能看着你。演员上来了，演吧，看着大哥也挠头，我演什么？我怎么给人家说呢？是啊，对吗？他也没有兴致，再加上有那个大哥往里一坐吧，他嘴还碎。我们天津大哥也是，那个嘴还老叨叨。哎呦，有点闲钱，我干点嘛不好呢？我听这玩意儿，我也是闲着没事干的啊。不都说相声挺好的吗？没想到一会儿包了场了，我这弄得我都不敢上厕所，我怎么怕你跟我去了，你看着我都尿不出来呀。哎呦，你想他这个状态，那演员什么状态呀？他肯定更不乐意演呢。两个人对于演员跟观众来说都是一种煎熬。然后呢，但是我们想怎么办呢？有点氛围感吧。有那个演员，你比如没有演出，或者演完下去的，在底下当观众。啊，大哥坐中间，四周围全是演员。大哥自己拿花友来，哎呦，这尼玛是怕我跑了吗？大家伙这么保卫圈呢，这是。就这种状态，一直煎熬到了散场。大哥站起来鼓掌。全场没那么开心过，哎呦，好啊，这好啊，终于结束啊。
哥挺开心，主持人得报幕啊，对吧？你开始有报幕，结束也得报幕啊。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啊，观众哪天哪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然后呢，因为我们经理也觉得什么呀，但观众少有一定的原因，宣传不到位，对吗？我搞一搞宣传，做一做什么小搞一搞小活动。那个呢，为了回馈广大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与喜爱，我们经理说了，特意今天准备了一个送票活动，我们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送出下周的演出门票一张。是哪位朋友这么的幸运呢？我大哥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谁那么倒霉呀？哎呦，硬塞把票塞给大哥，大哥走了。后来还演过，演过什么呀？那阵儿演两个人，两个人啊，其实你要是朋友还好，两个人怕演情侣，搞对象的来了，费了劲了。因为搞对象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搞对象一块来的。搞对象的人呢，一般去这个看演出啊，他喜欢坐边上。为什么还坐边上？看不到。对了，你就在这个剧场来说，就那个角落压根看不见。没看。那个角落压根没有人啊，就是那个方便面稍微靠边上一点，舞台上灯光啊。就是前边基本像这个剧场吧，前三桌能看得很清楚，再往后就很模糊，就看不见。对，这灯光设计都是这么设计。对，对，你看那个边边样样的，你真有那个老对象，有的真看不清楚。啊，这个剧场看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演这个剧场坐边上，有时候看不见，搞对象就在坐边上，他就那黑。你们知道那个老师讲课吗？讲课的高。他高处啊，就看底线特别清楚，对吧？他是这种状态。我们舞台上剧场往高处一站，有时边上，有时候灯光扫着也能扫着。那手啊都能看。那回呢，那搞对象的就是坐边上了，俩人往这就刚开始还挺好，正常听相声，听了大概有这么半段左右。因为你演员表演的是什么呀？他舞台有分配，这有可能对这边说啊，对这边说，对前面说，他都有可能。你这样呢，他会觉得什么呀？你看不见我在哪儿，你可能是找我们。搞对象嘛，刚尤其热恋期那种，有一点小动作，那也能理解。拉个手啊，往我胳膊呀，偶尔的亲一下，也都能理解，都能理解。但是演员的心里是什么呀？这个咱别耽误人家，别耽误人家，对吧？你这老盯着人家多不礼貌。咱别看人家，咱对这边说吧。啊，你对这边说，你对这边说，他就来劲了。他说好，哦，你以为我在那儿呢？得嘞，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跟他对象啊，俩人越来越过分啊，先摸手啊，后摸手啊，顺着胳膊往里走啊。但也没有很过分，也就差不多。毕竟是剧场，还能一模模糊糊的看到。对了，他是这种状态，有时演员余光能扫到。这个时候演员心理活动什么呢？不敢看，又想看。这种刺刺挠挠的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后来还演过四个人，我演过最难的一场是四个大哥。谁跟谁不认识，进了屋里不认识也没关系，你坐一块儿不见，不能坐一起，坐四个角，你都想象不到。你往说分开隔俩座坐一个，一桌一个，那不成，四个角，谁跟谁不挨着。我怀疑来这四个人按八卦怎么坐，还没剧场翻过去，镇宅来了呗。我们八卦前坎干阵巽离坤兑，八卦还对应八门，修伤生度景死惊开。我就怀疑当时有一大哥坐在死门上。咱就举个例子，这个剧场啊，可能就这大哥的位置。我不是说这位置现在是怎么怎么着，就是当时这大哥所处的位置。所谓说为什么说坐死门上，说什么他都不乐。至少演了两到三场了，那大哥没落过，
那仨大哥乐得很欢实，就这大哥就是，一直到我上来说俩包袱啊，那仨大哥也很开心，这大哥还在那看着。我琢磨着可能是没有互动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互动少，咱不太会。我琢磨着跟大哥要互动互动，我也是比较冷，看着大哥笑。大哥看着我也反弹。哎呦，我看大哥，我说大哥呀，干嘛来的，对吧？家里有点钱，干点什么不好？你来这剧场遭这个罪干嘛呀？对吧？票钱也不便宜呢，受这个罪干嘛呢？半天了也没乐过一回。这大哥说这一句话给我也逗乐了。说什么了？妈，我想来呀。妈，你不送我票，我能来吗？